深水埗美食之行 ，Let's go！ 金蔗王、椰汁大王都是鱼蛋的绝配，还有珍珠奶茶啦。来到这里就见到牛杂面和鱼蛋粉，哇！这一间是我最喜欢吃的，叫做妈咪鸡蛋仔啦，有红豆牛乳冰味啦，有绿茶味啦，还连续赢了六年的米芝莲小食品添。你看各式奇色的鸡蛋仔加埋雪糕就好好吃。哇，这一边就是彪叔叔的烧烤店啦，最好吃的是秘制猪颈肉。隔离这一间就是十八座狗仔粉，粉的形状好像狗仔，所以叫狗仔粉。留心记是一间很出名的云吞面铺，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成日都要来这里拍摄的，你看看照片还认不认得有哪一个食神在这里呢？大家看看，哇，烧鹅大王，不知道人们喜欢吃左臂还是右臂呢？最重要今天我不用给钱了。文记车仔面也是米芝莲街头小食，最后又点少得去这间喜喜美食买我喜欢吃的咖喱鱼蛋，好弹牙的，还有生肠啦，你看看颜色，还有这个香港人都很传统很 popular 吃的鸡翼，你看清楚它剪晒脚甲的啦，差点不记得了我杯珍珠奶茶，表演一下港式开珍珠奶茶方法，这珍珠都挺漂亮，搅匀它慢慢滴，哇，真是好好味啊。最后学回几个广东话，好好味，多谢，还有再见啦，拜拜。